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湖南卫视新节目开年演讲齐聚顶流，开启了一年新的演讲平台。辛丑年开年，天涯海角云团圆，行业顶流云集，天天兄弟坐镇，开启新的一年有声说。这对于王一博而言，着实是一次台词最好的培训课了。看看王一博严肃认真的样子，网友看后直言，一看他不笑的模样就知道孩子认真了。再看看天天兄弟们，更是精神奕奕，特别是前锋剪短了头发，整个人看起来超级精神。从节目组放出的图片呢，我们可以不难看出王一博可能会有自己的单独镜头，很少见王一博单独一个人的演讲，上次呢还是追溯到五四青年节的时候。其实王一博台词功力呢也是后期练习的结果了，为了说话能够清晰，自己在家咬子筷子练习才会有现在的表现。不过这次开年演讲，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的顶流出现呢？很多人都纷纷猜测，这次是天天向上主办的一档节目，必然会是注重文化传承的一档节目了。这个跟天天向上的主题特色相得益彰，相必呢定会有不少的文化类的大咖出现。这档节目是在2月28号上线的，全新的节目开启，天天兄弟坐镇，必然收视率不会差喽。为何这么说？主要是因为有王一博这位顶流在，基本上收视率稳稳的、妥妥的了。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档节目的播放时间是周日的21点，结束之后呢，紧随其后就是天天向上，很多小魔头们开心不已啊，感觉如同是过年一样。王一博的周日真的是最忙碌的艺人了，一晚上都可以看到他了，真是应了王一博大年初一的这句话。新的一年打起精神来，顶流来了，我们期待王一博的开讲。我们搬好小板凳，准备着听讲咯。估计呢，想听王一博说话最多的时候，只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了吧。天妈育儿从来都是各种兴趣班通通安排，知道王一博不爱讲话，这次演讲怎么也要培养练好嘴皮子。天妈对于王一博可谓是无家有儿初长成，如今大伙绝对秉承宗旨，在外无论你多么狂野，回来就要回炉重造。外面塌房一片片，天妈的儿子必须稳得一笔，不让嘚瑟，不让飘，风吹雨打有妈给扛着。你什么喜欢安排上，你什么不行安排上，你什么不懂安排上。摩托小区的居民们，这一次一定要带上八倍镜顺风耳，看王一博会不会又出现可爱的小表情哦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